欢你。那个作者他的关卡都是很极限的操作。他不是可跳，但是就是跳过来、跳过去、跳过来、跳过去，然后接过来、接过去，啊，很极限，非常的极限。撞那个隐藏砖，然后再进去这样。这边要快，这边要快，等我。什么？踩住，然后撞，跳，进去！哇靠！碎 ！Checkpoint please！ 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又看不到聊天室了，又看不到聊天室了。这个感觉好像不行，可以。我这次往上过了哈，过了哈，哇！哦，腰受困难。Oh.